Hello, testing, testing. OK 啊，那一个我们的那个 exercise 啊，所以等下过后我会 share 去你们的 group 里面。只是我有两个啦，就是可能就是要你们帮我 check 一下，就是 either 就是上面的 part 或者是下面的 part，因为我一时忘了带我的作业簿回家。我会 share 进去你们 group 里面啊。所以你要做哪一个部分呢？你就可以写下来啦。所以就你们先 stand by 一下，就是可以打开这个课本，我也是没有带来，就是 Form One Chapter Seven Air 啦。OK，Form One Chapter Seven Air 啦，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综合科学第四章跟第五章的结合。呀，它就是我们第四章跟第五章的结合咯，就只是英文版本。这也是差不多一样啦，就只是一些些的东西是综合科学里面是没有咯，哦，所以你可能就是要读一下啦。呀，所以我们再等多一分钟，等其他的学生进来啦。所以就不等了哦，所以我们就 proceed 啊，所以还是一样，其实就是类似就是翻译罢了啦。OK，所以这个 compositions of air，所以就像跟我们的那个明天几点上课啊，其实就是跟着你们的时间表啦。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时间有创到其他科目的话。你们要怎样呢？明天星期五我们是1:25到2:05，所以大家建议明天要几点呢？是9点到10点那边我有高中的课啦。星期五啊，星期五有撞到啊，所以你们 suggest 会几点会比较好？我看一下，只是9点到10点就不行了啦，明天。当然，明天星期五是多少号？八号。明天呢、啊？明天10点你们 OK 吗？明天10点有撞到什么东西吗？明天如果像这样的。如果像这样的，哦，10点有地理啊，11点呢？哎呦，可是这样多节，我看一下，怎样休息啊？
等一下，明天星期五，我9点到10点有课，你们10点又有地理，11点呢？11点。11点有节嘛？11点没有课、啊，所以我们就11点 OK 吧？所以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明天我们11点哦，这样的话，好，明天我们11点哦 ，OK 啊？所以明天就11点啊。OK， 只是怕你们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啦，就我会尽量啦，尽量啦 ，OK。所以明天我们11点啦，就地理好像是10点，地理好像是10点啊，所以明天我们科学就转去11点啦。每1点25分有撞到美术的缘故啊，所以就11点啊，注意11点啊。哎啊、有，星期六还是有。OK， 我因为我不能 miss 掉一节啦，因为我们的节好像是剩下很少不了，然后又不懂消防会不会延迟，那个我又不清楚，所以就是你要做最坏的打算啊，就是一节啦。一节，我不会拖你们，我一节，总之就是40分钟啦 ，OK， 所以这样我就不拖了 ，OK， 我们继续啊，所以这一个呢 ，compositions of air，OK，就是那一个空气的构成哦，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综合科学就是会有学过，就是说我们就是会有那一个 nitrogen 是大概是 78%， okay， 然后 oxygen 的话就是 21% 哦。可是在你们的那个实验里面的话呢，通常如果你可以证明到 oxygen 是占据 20% 的话，也就是1/5的话呢，你就实验成功了。Okay， 所以可是剩下的 1% 我们就是会有 carbon dioxide, inert gas 等等之类咯。Okay 啊、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Okay， 它就是一个介绍。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是一个 graph。Okay 吗？也是一样啦。Okay， 就只是什么不了啦、啊。所以这个我就 skip 过了。Okay， 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哦，一模一样而已。它就只是换成 graph 不了。Okay， 换成 pie chart、哦、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也就是说这一个实验题，所以这个实验题呢差不多跟我们综合科学一样，就只是它的装置就不太一样啦。Okay， 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它就是纯粹要 study 你们的 percentage of oxygen。 Okay， 所以 percentage of oxygen， 所以这一个 percentage of oxygen 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咯，就是用燃烧那个蜡烛啦，可以燃烧那个蜡烛咯，只是之前在你们综合科学里面的话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option， 就是零咯，对吧？零咯。好，因为零的话你不需要加那个氢氧化钠来吸收那个二氧化碳呀，所以你不需要，所以只是这一个的话呢，这个 oxygen 如果我们用燃烧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不太好啦，因为怕它燃烧不干净 ，OK， 或者是大部分的那个二氧化碳，如果它没有融进去水还是什么的话，你也是一样很糟糕啦 ，OK， 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些缺点哦。只不过当然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了啊，只是实际上还是要看啊。OK， 所以这个一样啦、啊、就是我们会有机器瓶、哦、然后氧气等等之类，所以在那个机器瓶那边呢，我们就是会有画线，画就是会有 5 equal 啊。OK， 理论上你的 water level 就是会上一格啦，所以上一格的话你就是实验成功了、啊、因为它 20%。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这一些都是它的一些的那个它的步骤，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蜡烛放进去那个机器瓶里面哦。
呀，看那个水会进去里面，啦啦。所以理论上，如果那个蜡烛燃烧完的话，哦，燃烧完那个里面的氧气的话呢，理论上那个水会升一格啦。所以你可以看到水会升一个，一二三四五，哦，这个还没有升过啦，真正它会升到这里啦。所以我们有五个格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嘛，就分别代表20%嘛。所以当你的水位上升到一格的话，啊，你就是实验成功了。啊，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question 啊，它就是会问你 what happened to the flame of the candle after a period of time， 所以它当然就是会 extinguish 啊，会熄灭了，因为毕竟里面就是会有那个。oxygen 嘛 ，oxygen 耗尽的话，你就是不会有燃烧咯 ，OK， 你就是不会有燃烧啦、啊。我们其实燃烧的条件呢，你其实是有三个的，完全不，我们有可燃物、助燃的，还有就是燃烧的条件啊，这一些都是它的条件呀。所以我们就是有可燃、助燃，还有它的那个温度了啊、哦。Okay, 这三个都是可以在你们的综合科学里面找到的，所以呢 ，oxygen 其实就是一个助燃，对吧？它是一个助燃哦，哦，所以没有 oxygen 就不能燃烧啦。Okay, 所以这里的话，它就是20%啊，所以你可以的话就 highlight 起来，啊，这个我就不拖那么久了。Okay, 毕竟综合科学已经有了的。然后，所以第二的话呢 ，water level 你就只是纯粹讲 water level increase because the water replaced the oxygen used for combustion， 对吧？所以因为里面 oxygen 少了，所以外面的大气压就会挤那个水进去里面，呀，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所以我们再 proceed 啊。所以这里他问我们 ，air 是一个 mixture 吗？当然就是啦 ，OK。如果它是一个，它有产生 chemical reaction 的话，你就没有氧气了，对吧？所以 air 是一个 mixture， 所以它里面呢那些氮气、氧气、二氧化碳，还有那些惰性气体，全部都不会互相反，不是不会啦，就是它们就是几乎不会产生反应咯，所以它是一个 mixture 啊。Okay, 只是这里的话呢。Air is a mixture because the components can be separated by a physical methods, which is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Yeah,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呢，他们其实还是一样，就是用温差来分离它们。Yeah, 就是用不同的温度来分离氮气跟氧气咯。这一个一样也是一样，是出现在我们综合科学里面。Yeah.出现在综合科学里面啊，就是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啊，就是氧气跟氮气，我们是可以用它们的温度的差别来分离它们，对啊，也就是用它们的沸点来分离它们咯，对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物理方式来分离。总之 ，mixture 混合物，我们就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分离，对啊，跟你们的 periodic table 那边一模一样。OK， 所以我们 proceed 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important of gases 这个 important 就不用抄了啦。你抄的话，我真的是要打你哦。因为 importance 你也不懂，你真的是要去读回你们的英文哦。呀，所以呢，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gases 的重要性到底会有什么。所以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有分为 oxygen、carbon dioxide、nitrogen。还有 inert gas 等等之类。哎呦，这个太乱了。Okay, 所以我先放完 oxygen 先啊。所以 oxygen 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会用到来呼吸啦，这个是废话来的啦。Okay, 然后当然燃烧就是用 combustion 哦 ，welding 焊接就是那些我们连接那些篱笆那些铁啊，哦它的架子啊，我们其实是用 oxygen 来焊接它们。就说连接变成一个架啦，我们可以用 oxygen 哦 ，OK， 所以或者是 carbon dioxide， 你可以就是进行光合作用，呀、yeah? ，或者是那一个fire extinguisher， 呀、yeah? ，fire extinguisher，OK，、okay? 就是粉末的灭火器啦 ，OK， 所以这里呢，它就是它一些些的那个用处咯
然后或者是 nitrogen 的话呢，nitrogen 我们就是会有肥料，OK，所以这一个 ammonia 就是氨呀，NH3，然后 ammonia 它的化合啊的那个化学式呢就是 NH3，这我写给你们，呀，NH3 ammonia 氨呀，记得啊。Okay, 它是一个 NH3 啊，在你们习题里面是有出现哦。Okay,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再回来啊，所以这一个 ammonia 是氨，然后 nitrogen 它是拿来做肥料啦。Okay, 然后至于那一个 liquid nitrogen 的话呢，那一些如果你们有上到大学啊，尤其是如果你去选读那一个有关系到跟生物的话，你们有可能就是会可以接触到这一些。liquid nitrogen 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冷却剂呢，我们比如讲你要保存一些的那一个精子，OK，或者是你要就是冷藏一些种子的话，因为毕竟科学家他们呢，就是为了要避免一些的植物如果绝种的话，他们没有一些的那个后备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些一些的科学家或者也是。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国家呢，他们就是会收藏一些各种植物种类的那个种子咯，所以他们用 liquid nitrogen 来冷藏它们呐、啊，冷藏它们。其实这一些种子他们还可以再用过的，只是呢，目前为止我们的那个科技确实冷藏不了尸体了啊，确实冷藏不了人类了，就是说我们还做不到。冬眠的这一个东西咯，啊，就不像跟那一些科幻片里面，就是有一些科幻片呢、啊，就是人类他们冬眠了，它可以就是冬眠好几百年，就不会老，类似这样啦、啊。只是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做不到啦，因为毕竟如果你用冷却剂来冷冻一个人类的话，他们就是会死呀、啊，因为它会在你的血管那边结成冰，伤害你的血管，你就会死啊。对吧？因为它切断你的血管，因为那些冰是一个晶体来的，所以它会破坏你的血管哦。所以目前还做不到啦，只是冷藏一些的植物或者是植物的种子呢，甚至是细菌呢，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啦。人类就不能哦，因为太过复杂了，对吗？然后至于 inert gas 的话，我们就有气体，所以它能怎样呢？是，比如讲奶气，我们可以做霓虹灯哦，OK，advertising light 啊，就是比如讲一些的 pub 啊，酒吧啊，或者是一些的咖啡厅啊，或者是男生喜欢去的什么呢？网吧，OK，网咖，OK，cyber cafe 有些啦，来去那边玩 game 还是什么，他们有时候会用那些霓虹灯来做他们的那个广告牌啦，或者是那个氩气，就是做我们的电灯泡咯。啊，等等之类啊，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 proceed 啊，OK，所以我们再 proceed 哦，我再接下来，所以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这些他们 carbon dioxide 跟 oxygen 的转换啊，所以其实之前就是有跟你们讲过，oxygen 跟 carbon dioxide 他们是要 recycle 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些政府啊，他们就是会拼命的一直种植那些植物，OK，来让这一些东西来循环，对吧？所以，因为我们不能打断这一个循环，你打断就是会有很多东西发生了，所以我们来看啊，所以 carbon cycle 我们到底是怎样进行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carbon cycle，你可以看到我们生物就是会进行呼吸作用，OK 吗？然后，或者是那一个呼吸作用的话，我们就是会产生出二氧化碳，OK，或者是我们死了过后，OK 会被那些细菌分解腐烂分解，它也是一样会产生出 carbon dioxide，OK，然后只是呢，我们 carbon dioxide 要怎样循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都是会产生出二氧化碳哦，然而变。把二氧化碳变回氧气的话，其实那个选择性是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会造成，如果你打断这个 cycle 的话，
就是会造成那些 global warming 咯。哦，就是那个什么温室效应啦。哦，所以就会有一点危险啦。所以我们就是要种植很多的树木咯。啊，所以你看 burning 燃烧也是会产生出二氧化碳，然后就 green plant 哦，哦 fossil fuels 就是那些汽车，哦就是那一些化石燃料，比如讲那个你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汽车要去油站那边打油啊 ，OK， 所以这些都是算是一个化石燃料，所以它都是会产生出二氧化碳，看到呼吸也会有二氧化碳，腐烂了。分解也会有二氧化碳，燃烧又会有二氧化碳，什么会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呢？石油那个绿色的植物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选择性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呢，我们不能 afford 失去这一些植物咯，呀、yeah, ，所以就是需要去看啊，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是一个 carbon cycle， 所以我们就是要循环那些氧气跟二氧化碳哦，哦，你不能打乱它的 cycle 啊。OK， 所以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 proceed 啊。OK 吗？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啊。OK，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哎呦，抱歉，接下来的话呢，这个 carbon cycle 它是什么来的？所以 carbon cycle 的话。一样的啊，所以一样跟刚才之前的翻译，它是一个碳循环。所以呢 ，carbon cycle is a cycle that maintains the content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ir by continuously taking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ir and returning to the air。啊，所以呢，它这一个 carbon dioxide， 它就是比如讲 photosynthesis， 它会拿掉 carbon dioxide 咯，然后放出氧气，然后呢过后。我们就是会经由分解或者是燃烧或者是呼吸作用把氧气转换成二氧化碳来放回去我们的大自然里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循环、yeah. 所以这一些解释其实你们可以就是回家去看啊。Okay. 所以呢这一个 carbon dioxide 其实就是有在我们综合科学里面讲到一点点哦。给只是呢在这个 size 里面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就是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关系到跟 oxygen 的 cycle 咯。对吧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oxygen 释放氧气回去大自然的话呢你看只有一个 photosynthesis。给我不排除还有其他方法啦可是最 majority 的也是最明显的话呢就只有光合作用咯、yeah, 只有光合作用会产生出氧气啦就是我们的认知里面啊认知范围里面啊然后剩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是用氧气、啊、所以我们有 respiration、okay, 生锈也会用氧气燃烧也会用氧气呼吸作用也会氧气分解也会氧气等等之类对、yeah.所以你看全部都是会用氧气所以氧气久而久之用完的话怎么办当然我们就是需要到这一些 photosynthesis 来 balance 我们的这一些循环咯 OK 吧所以这一个其实跟你们的碳的 cycle 是一模一样啦所以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就只是多一个生锈而已咯 OK 吗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没有问题我就接下去啊所以 science 我们有三个 cycle 的完哦 carbon, oxygen 跟 nitrogen、yeah, 所以这个我就 proceed、okay, 所以我再接下来所以这个oxygen cycle 一样啦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个 continuous cycle that takes oxygen from the air and returns it to the air、yeah, 所以一模一样啦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OK,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个的话呢我们要怎样避免这一些东西被打扰、啊、就是避免这个 oxygen 跟 carbon dioxide,、啊、carbon 的 cycle 被影响呢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比如讲一些些的 activities, 比如讲就是森林砍伐那些森林啊或者是用了把
一大堆的那个农药啊等等之类，这一些其实就是会影响我们的 carbon dioxide， 然后或者是 including oxygen and carbon cycles、哦、所以呢这一些 interference 它就是会造成 global warming， 对吧？ global warming 就是说你的那个什么地球升温啊，然后或者是温室效应咯，对吧？所以我们来看就是接下来另外一面，对吧？另外一面啊，所以 global warming 就是地球暖化，所以你可以写下来，对吧？所以温室效应就不写了啊，因为你们都懂了啊。温室效应就是 greenhouse effect 啊。对吧？所以我就 proceed 啦。所以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它一些些的那个 interference 哦。OK,interference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 interference 它会影响 carbon cycle，还有那个 oxygen cycle 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这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就是啊非法砍伐树木，然后呢或者是用一些过量的农药，然后或者是车辆的废气、哦、或者是燃烧森林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会影响的啦，对吧、哦、所以这一些都是会影响哦。OK 吗？这里，所以这个我也不要拖太久啦。OK， 等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 proceed 去那一个 combustion 那一边啊。OK， 所以今天我的目标是要教到 combustion 那一边，我们就可以先暂停一点啦啊。OK 吗？这里 OK 吗？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 proceed 啊。OK， 所以这一些都是 science， 如果他问的话，你就大概写这一些咯，因为它都是一些的常识啦。OK，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这一些其实是你可以在我们课本后面找到啦。好，所以之前就是有跟你们讲过，就是如果你要 test oxygen。或者是 carbon dioxide 的话，啊，所以其实你可以 test 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用 glowing wooden splinter 咯，对吧？然后 carbon dioxide 的话，你就是可以用 burning splinter 啦。只不过呢，石灰水英文是叫什么？我们叫 lime water， 啊，这里我写下来给你们啊。所以石灰水的话呢，我们是叫做 lime water， 石灰水。我们其实英文是叫做 lime water， 是混浊，叫什么呢？混浊的话呢，我们就是叫做 cloudy， milky， chalky 都可以，随便你，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写哪一个咯。所以如果我们要 test carbon dioxide 的话，好，就是要验证有二氧化氮的存在的话呢，我们一可以用石灰水，抱歉，一我们可以用石灰水，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那一个burning splinter 啦，有遗精的那一个木质咯，对吧 ？burning splinter， OK， 所以它会所以它这个 burning splinter 的话，它就是会。extinguish 啦，我们讲 extinguish 啦，只不过这一个东西呢就是灭掉了，只是这一个东西呢其实我不建议你写 burning splinter 啦，最好的话其实二氧化碳我们都是用石灰水， OK 啊，石灰水咯，只是那个 burning splinter 呢，燃烧的木质呢，哎，不是 burning， 抱歉写错了，已经不啦 glowing燃烧的木子啊，它就是会灭掉了。只是第二的话，我其实是不大建议啦。给、okay? 我们通常是用第一个咯。Okay? 所以呢，英文要怎样写呢？我们就是会用 lime water， 然后它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可以写 lime water turns milky, chalky 或 cloudy 啦。
你就写 Lai Motor turns 变浑浊咯，所以就讲 Lai Motor turns cloudy, milky 或者是 chalky 咯，都可以，随便你们。OK 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再继续啊。Yeah, 所以预测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章节会用大概是两节啦。OK,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拜六你们要 stand by 就是 chapter 3 咯。Yeah, 所以如果我们来得及讨论、讨论完我们就接下去讨论我们的那个综合科学作业簿跟 science 作业啦。我打算是这样啦。OK, 所以再接下去啊。所以 last 这个 pass 就是我会进到一点点的 combustion, 我就放你们了。